店里面刚刚吃完烤肉，看我妈把我们碗也刷完了，把这地都给擦了，正亮。就咱不吃东西，咱妈也讲，咱妈就看不下去，你知道不？我们刚才吃烤肉的时候，这地上全是油，你看，第二遍了已经。咱今儿炒的也得劲儿呢。是你每次来反都收拾。咱妈总骂咱俩窝囊。过年的时候我还来给你收拾一回，你知道吧？你不知道在家呢、来了屋里变样了吗？我们俩过年的时候就跟不干了似的，店里面啥都没收拾，走了。我想跟你来个挑战，小李说咱俩完成不了。咋的了？我说咱爸咱妈他们不要上菜园吗、咱俩跟着去，然后咱俩待一会儿，咱俩走起来运动运动、是不是、你看我说能走起来他不相信，咱以前是不是跟梦瑶金明咱们都走过啊？妈呀，你妈顶多一个半小时、一个来小时差不多，天好运动运动吗？我有一回走到那哪儿遇见江山那儿、大成去接的我们走不动了，走的、有一回走的。咱妈那次上去之后说下来给他打电话，他没打，他自己晕过来的。你那是天冷，我再有半小时我也就走回来了。呀，我爸来了，已经到位了，司机到位了啊。好看吗？老皮发型、哎呀烫了、这个卷儿有点小好像啊。我感觉这个卷儿小没有那大卷好看。还行好看，我老整啥都好看。我这脚就行了，差点力气了再。我说这么小的牙坏了呢。不是牙坏了，他牙往这秃给他整进去戴牙套了。我这车充电的不好看的啊，不要了，就等你呢，小美。是吗？我叫你姑娘呢。外面的不要，就得拿去。外面的要，里面的不要。别人给拿走呗。你俩去啊？啊。收拾收拾点。妈，你看前头，你看前头呗。哎呦，哎呀！你真不客气啊！我寻我坐前头呢。那我姐抢。一会儿我们要走回来，你看你不穿走不回来呢？他说咱俩体力不行。体力倒是行，就是怕时间不够啊。时间不够吗？这几点了，好像是不够，回来接孩子。准备出发喽。好好看家啊，听话啊。瞅着俩别人把东西拿走了，这么大店。看点，我那车充电呢。把你搬走了不完了吗？没人看店了就。走了。到地方喽，来了，真的，是不是、那呗，上来看看，咱老这头发，呀，冬天可不，妈给的树叶你得天天烧。这是我爸拉上山的柴火啥的，哪嘎拆了破板子？那天咱俩都烧一遍，你这又怎么起？咱老说这顶他都上去了，挖锅顶。对，都咱妈带的，还有李媛拍照，是吧？咱妈妈小朋友圈、小抖音一发，都是跟咱老拍照在这儿吗？是不是出来了，心情好了？天好，出来溜达溜达，心情好。这事儿你要问我，昨天还冷呢，今天下的就可暖和了。昨天零度，今天零上八度，然后。过几天天气预报我都看了，零上十多度了，这样越来越好了。啊，必须这样的高温情况。他家房子这位置挺好，那还有大棚，厨房啥都有。但我觉得哈，就这嘎再好都不如你村好了。熟悉啊。不一样，熟悉。然后它都是平的，你看这个全是、对。你那嘎平的，然后山上河啥都在跟前儿，对，家家挨得近，这嘎子东一个西一个的。你看刚进来的时候是吧？谁还不知道谁？你看离得近了，小舅上他家了，这会儿我上他家了，这你说养点啥玩意多好？现在你这还有没有野猫？要没有野猫养鸡啥的，在外边那山里头溜达，刨草籽啥吃，可乐下蛋了，是吗？觉得那玩意儿它就不行了，都不用奶菜喂了哈。你看他这样，你看那边是坡，这边是坡，然后住户是分那边一撇，这边一撇。我唯一不喜欢这块的一点就是有蛇，咱老家那儿没有，是不啦？多好！你那突然间发现一下，吓一跳啊！哎，这么瞅这个景真好看。等天暖和了，一点点绿了，就更漂亮了。这是床啊？是吗？反正咱在山下的什么破烂都搬上来了。老好看这个。
我朋友家的那个架子脚架的那个竹子，他在网上买的，他在前面租小院，后来他们不在那儿了，完了给俺们囊去拆的，这挺好的。这就这么久了啊、嗯？那也咱们好像还得整，咱爸说不太够啊。你看俺们这个种的，去年基本上都是苞米，全苞米渣子。这还得宣地呢。这不挺大的，这一半不是不太大。太大。嗯，之前土老大了，是不是啊？我现在土感觉也不大。嗯，没有。瞅习惯的事儿。不是瞅习惯的，是咱们有野心了。不行，那包块地去，咱爸说的。开地去吧，上山自己开地去吧，还包地。我说还真能干咋的？这怎么烧上火了？烧上火，喘口气儿。哎呀，那这多好啊！这特适合一帮老太太这样围着在这坐唠唠嗑啥的，上村头就害怕这一帮老太太坐一块儿。情报组织呀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俺们那时候回来的时候，然后路过一个村子，一帮人在那都唠嗑，完了大声说的，这就是情报组织的，这都是村头的，没明白啥意思。网上说的吗？老搞笑了。但是坐一起没有活的唠嗑是吧？多好。多有意思呀、啊，唠唠嗑啥的。你看你天天没有意思，真人多凑一起唠唠嗑，心情都好。到达目的地，然后都忙活完了啊。其实上来就是看看了，没俺俩啥事儿。现在接受挑战，走，往前走。妈，拜拜。拜拜，我后脸。嗯呐，咱妈非要说撵咱俩，我不相信。后脸，你看看啊，你俩先走。完了，我爸开车拉我姥自己回去。咱姥走不了。还要走道，溜达一会儿。也不是没溜达过，没事儿，天暖和，走走运动运动，特别喜欢欣赏风景，你看这美景，都枯萎了。接下来我们走进的这家就是我也不认识啊，这家我也不认识，我爸都认识，然后再给大家介绍，这是大鹅。啊，昨天看电影，看那交换人生，一看那大鹅，想起来雷佳音了。这怎么这么磕碜呢？这影子，脑瓜这么小呢？这不拉长它吗？这现在是大长腿吗？这狗，这狗真是，这狗这一点都不通人性。嗯、我寻思我问他今年旺不旺，他缩回去了。刚才我没问的时候，他光旺了。真是，这胆小狗。哎，人呢？俺们走回来了，你看，哎呀，睡上了。他这一天天的上这来养膘来了。我的天哪！是不是以为我俩特别厉害？掩耳十分钟前，大事不妙，他们下来了。上车，坐吧，那咋整？那都来了，咋还走啥了？挑战失败了吗？挑战失败赖我爸。我寻思你俩真走呢，真走了，溜达溜达。我跟你说，得走到家得一个半小时，但是真挺得劲儿的。刚才我说别扯了，怪累的啊，你别管了。没想到俺俩上车了，真不争气。